小蜜宝自称天翘主宰，可爱又饶富童趣，与天翘的运作息息相关。原先沉眠于清琉璃扇贝之内，深藏于天翘秘境最深处的龟墟底部。在天扇子灵视回归天翘之后，意外唤醒小蜜宝，并吸食灵珠精华以维持存在。曾协助书楼龙秀与剑子仙姬修炼穹明之源，并在两人与血昆仑在地核决战之际代替天之力量，帮助两人抗衡极心能，故意被血昆仑所吞噬。在精神境界中与地球阴阳结合，使得剑折仙能神元聚灵，顺利解决与祸之灾。而后因深受地球阴邪之气感染，随风云儿前往衡山修复灵气，未来之成长可期。